那年回来，我遇见你爸，他说了很多，加上你的手机在那，这些都结束了吧？已经决定跟你分手了，以后不要再来找他。苏毅不会这样，一定有什么误会，让我跟他见一面。见一面就好。如果不是决定分手，他怎么会把手机交给我？对不起，对不起什么？我要他知道让人背叛的痛苦。我应该去美国。那你跟高旭一样没有感觉？没有。谁在等你啊？你不要往自己的脸上贴金。对我来说，个人关注的是全心相信一个人。试的是第一个，放弃吧，去找个女孩过正常的生活吧。你可以不赞成，但你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去评断一个人的感情正不正常。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分男女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说的那个幸运还是我的吗？那个幸运还是我的吗？你说能被我暗恋是幸运，其实那个幸运那天在保健中心，我说被你暗恋是他的幸运。后来我睡着的时候，你说那幸运一直都是属于我，现在还是我。那幸运到底是不是我的？还是你那天说是开玩笑？你到底想要干嘛，周淑仪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Go give love to your body.